是多久了？2019年是，有人知道是2019吗？2021哦，两年前，站在这个舞台，就是以第四象限的那个专辑跟大家见面，所以。这次你又回到这个舞台，你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感觉比较轻松，因为是你的场子，就我比较是嘉宾的身份来，然后就看看大家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这首歌呢，我们大家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我那天在想，你觉得谁是水，谁是火啊？哇，这题是不是问的蛮好？我觉得在台上你是火，我是水。那台下呢？台下反过来。对，那还有什么？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对，我们真的是互补啊。刚刚我演唱会前半段在唱的时候，说实在的，还是有一点点小紧张，就是还是希望把表现好。但是当看到你出来的时候，有一种安定感，因为我们真的是长期一起表演。对。所以真的很了解彼此，就像刚刚我走上来，哇，你好 man 哦。好 man， 你很会服人呢。我有去学过。你有学过是不是？对，我有学过服人的。哎，真的很帅。但我觉得很开心的，因为其实像你说的，有时候太习惯两个人跟五个人的时候，五个人的时候更安全感。五个人更有安全感，其实。但是我刚刚在后来看，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。谢谢。那也希望就是九折嘛。对。我们今年还是会有新作品。是。我们想要跟电灯泡们说，希望今年九泽可以踏上更大的舞台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呢，陪着我们一起这个音乐的旅程，所以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。没错。那最后，零九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吗？其实就希望大家继续多支持风泽啊，然后支持九泽，支持五千情，然后我们都会用尽我们的。体验，然后去做出更多好的音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支持我们，谢谢，谢谢陈零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